神山的啊路线。依摆我哋选择喺呢个密斯拉开始上山，即系呢度，跟住就一直咁往上，上到嚟呢度，变成一条路，跟住就直上，上到嚟呢度，阿班纳德半山休息，跟住到第二日先凌晨开始最上最峰顶到上边咯。我哋嘅 back 同埋佢自己嘅 back 上翻。Camera hidden game of the forest。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行多了一个2 km 到了。哦，都瀑布了，是瀑布啊。台湾第一次爬山。哦，第一次来爬山。对，沙巴来两第二次。第二次。啊，我是来四次的，今天来第四次。神仙住的地方咁样。发现好大只嘅猪笼草。好啦，呢度就系莫斯拉同埋电波康嘅交叉路线啦。跟住而家咧，我哋就再行多2 km 去到拉班纳德上去。可以见到山，上到嚟都6:05今日朝早8:09开始，所以都几辛苦下噶。好啦，我哋听日见啦。终于嚟到呢度啦，呢度系6:05 km， 所以到十米咧系总共8 km。跟住头先咧，我哋2已经喺拉班纳德食早餐，跟住到3正式开始上嚟攻顶。就是这样了，希望成功啊。所以现在拔着这个绳，一步步地上山，搭着这个靠着这个石壁，一步步上山，感觉上就好像攀岩一样。終於得到啦！依家係6:00啦，啊6:00，我哋咧就從3:03開始喺拉班納德嗰度出發，到依度啦。神山嘅最高峰。好嘢，搞掂啊！